干得漂亮，昨天瞎虎暴毙，今天灯鱼跳缸。这个位置好尴尬，是这个缸里的呢还是这个缸里的？可千万不能是这个缸里的。我们来分析一下，一共五只蓝国王，现在只有四只了，大概率应该就是蓝国王。这玩意儿太爱打架了。3 2 1，哎呦，是蓝国王。你要是跳了，那我今天也得跳了。哎呀，还好不是他。对，没错，天天让媳妇揍的这个就是电光毒药。我这小盖子就露这么一个口，你们不会想不开的。不过老家这么个盖儿，我这雨粒夸夸掉叶子呀。这个缸的水位我已经给你降了，我再降就变成水陆缸了，让我省点心吧。还好有一件好事，就是我的小黑胖子终于出现了。昨天我真的以为黑金就这么挂了呢。你去哪儿了？第二件好事呢，就是我这个黑不溜秋的翡翠终于开始开口了。看来我一时半会儿是送不走你了，你会恢复成他这样的，加油吧。哎呦，800年不见的紫红幽灵出来了。大哥你动一动啊，你像抠图一样。太高了。